这个仪式感还是挺期待的，也挺激动的。是的。嗯，我们讲到这个最后的告白的仪式感是不是重要？女生当然会觉得重要的。对，女生喜欢得到宠爱和被重视嘛，如果这两点每天都有，那开心死了，对吧？是，来看我的演唱会或者是阿莎的演唱会。哎，演唱会上真的很多人告白耶。对啊对啊对啊，还有10000个观众。对呀、啊、一起来见证。这主要是证人多、哦、对，这其实跟郭航那个小自行车的那个胸针是一个道理，强化记忆。嗯，就当你想到他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很美好。10000个人的分量多重。对啊，对我来说，因为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普通人哪有那么多仪式感的告白啊。你不是普通人，你说说。就我是喜欢搞这种的，可以加深你的记忆，回忆这个东西你是需要制造才有的。